加油。好，然后还有一件事情，可是之后吧，就二月份，我想要，因为要具备那种条件，你知道吗？我想要成立那个二月份在我们部落那边成立一个属命的歌友会。然后我除了会唱歌演戏以外，其实我还是一个厨师，知道吗？你没有看过偶像煮菜给你吃吗？西南大主厨。西南到你家做菜，好，就到台中。如果有机会你们来台中，我就办板豆啦，讲原住民的板豆，我煮料理给你们吃，好不好？好。谢谢玩干嘛？我还有看过画展，你应该不敢相信吧？还做过手工艺品，还在史前博物馆展览，我都还活着，还展到史前博物馆。我很多身份，那你们可以花一点点时间来认识我，但我慢慢的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作品。好，我要请我的小帮手，我因为先落在地上，所以我长一千了，不是很帅啊。